北京时间。没啥事，我叫大侬夫人进来，像侬这盼头，这喜欢在身，欢迎来听锦城百日之节目，我请来了大小屋。千锦青百分之，您平安的八小屋，我在主持人杨毛哥，该下的节目和这三五兄弟，我比着基本秀、虚图秀，应该好乐乐秀，点点比着，杨跟毛哥匆匆打扮，还相当着，还有相亲相搞，巴不得我喜欢该下的节目。唐经理是说要减轻的几百颗秀稀土秀，我这么一说我应该还要个秀千古诗，老师还没有遗憾，我以那二千几百秀稀土秀应该好乐乐秀的节目。我喜欢我以那二千几百秀稀土秀应该好乐乐秀的节目，我是毛哥，你想我要跟大家一起打扮打扮打扮的呢，这打扮我甩不了生气，这样下开吧，又是儿子穿黑裤子，说不定能把狗子和咬着裤子拉拉撒，真是老少儿子胸襟广，这两个是微妙的人，我走的问题中间我买了条大的那种皮鞭，没把我抓把给了你，只有百通子给我保命，我吃这道金毛果菜，老子用了那么多的说话记得过来呢，老子在地气的拍拍口，那不到这么说话的说我在屋里面了，下午给我背着后子前面熟的在家里，那也是大车而已。